原标题：清源快报，新技术护航文化遗产未来树2018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辑图。2018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会场周口店猿人洞遗址现场，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全国各地围绕2018年遗产日主题，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其中北京市以新技术护航文化遗产未来为主线，将主会场设立于周口店遗址，发布北京市近年来科技保护文物成果，并以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保护建筑工程为典型案例，向公众开放展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科技是国之利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同样需要新技术保驾护航。2018年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日，北京市将活动主会场设置在周口店遗址猿人洞保护工程现场，正是新技术护航文化遗产未来的完美体现。图：活动现场发布猿人洞遗址科技保护工程成果。活动现场对北京市科技文物保护成果及周口店遗址猿人洞科技保护成果进行了展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北京市副市长王宁、房山区区委副书记、区长郭延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周等专家领导出席本次活动。图：活动嘉宾合影。1987年周口店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目前世界上同时期材料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和最具代表性的古人类遗址。近年来，周口店在科技文物保护方面也独具代表性，成立了周口店遗址监测中心，历时近十年的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保护建筑工程的研究设计建设工作也将于今年八月全部完成。猿人洞外围撑起了一把科技保护伞，降低雨雪冰雹等自然因素对遗址本体的损坏。点击链接查看详细工程介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保护建筑工程设计图：吕周教授作为猿人洞保护工程的特邀专家，亲自为现场参观嘉宾解释本次工程的技术特点及难点图。保护棚结构分析图：图遗址在保护棚下的内部环境图。猿人洞遗址内保护棚下山体上用投影展示考古地层信息图。保护棚内的遗址山体未被扰动，同时避免了风霜雨雪的侵蚀。展示项目在确保遗址本体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声光电技术为观众呈现精彩纷呈的猿人洞图。2018年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100周年，邮政集团在遗产日当天特别发布纪念明信片图。遗产日当天，周口店遗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文化遗产是全民的遗产，遗产日也是全民的节日。利用科技保护改善文化遗产的保存状况，实现保护成果全民共享，是每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共同努力的责任与前进方向。6月9日央视新闻直播间对本次活动的报道视频：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保护建筑亮相。新闻中图片如无特殊标注，均由胡越提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